你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吗？是，所以你身边朋友其实不多的，对不对？很少。那你跟朋友的相处模式会跟一般人的相处模式不一样吗？会啊，在很熟很熟的朋友面前，我会彻底放松。嗯，就是一点都不去修饰自己。那你觉得咱俩是朋友吗？我觉得我有把薇薇姐当朋友。那你觉得咱俩才见三次面，为啥就是朋友了呢？我觉得很能聊得到一块去。你觉得能聊到一起就是朋友？那你选择朋友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聊到一起？这很重要。你觉得这很重要是吧？嗯。你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吗？是。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，所以你身边朋友其实不多的，对不对？很少。你如果身边朋友也不多，你个人娱乐也不多，那你崩溃的时候怎么办？就。还是没有崩溃的时候。有崩溃的时候。就是自己关起来呗，反而大吼大叫别人看不见。会大吼大叫吗？不会啊，就会发泄一下，但是就正常，看个电影，看个悲伤的电影，哪怕哭一场，或者是跟朋友出去没心没肺的在家里喝一顿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就是首先你会哭，其次你有的时候也会喝酒，对吗？对，在第二天，哎，我喝酒真的很妙的，就是第二天绝对不能有任何工作，然后可以在家里躺一天的那种。因为我缓不过来。我缓不过来，因为解酒能力不好。你其实酒量不大，对吧？酒量非常不好，就很容易喝懵啊。我喝完酒之后喜欢载歌载舞，一个人撑起一台春晚的那种类型。你喝多了是什么类型？我喝多了，两种极端，要么睡觉，然后要么就狂嗨，就是也是。Everybody， 就也是那种能撑起一台春晚的那种，就没有可能不是春晚，就小型的校园晚会吧。你那样发泄了之后，第二天就会好，就会觉得说明天还有希望。会，嗯。你觉得你是聪明人还是笨蛋？你希望你的粉丝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